喂，差不多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回来回来。啊，口罩。哦。知道我总是喜欢待在你身旁，为你包家护航，为你亲手煲汤，大概是爱吧。 我读1个月，哼，10天，3天，啊，不可能！就程总那小脾气，就算他气儿消了，也会整令寻寻一段时间的。对，除非啊，我们程总被推到海里，这个时候恰巧他脚抽筋，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令寻寻突然把他从水里捞起来，美救英雄，所有的恩怨。 全都 over 掉，完美。就3天，赌500。赌就赌，姐姐我家里有的是矿。哼，你把你那些 A 货卖了，家里就有矿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My God！哎。 城里肯定一辈子都不想正眼看我了，大不了就不伺候了呗。你们俩是契约关系，又不是男女朋友，怎么搞得跟失恋似的？不是，那小猫小狗相处久了还有感情，更何况人呢？再说了，那个城里虽然很孩子气，又冲又很龟毛，但是他是不错的，很有人情味的，对员工呢也特别的好。 当然了，除了对我，令玄玄，你就是老板见的太少了，你多见两个就会发现城里也不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当初一见到施少祖就爱得死去活来的，那天底下男人太多了，你不多试几个啊，怎么才知道哪款比较适合你？对对对，你最见多识广了，哎，见了那么多也没看你带一个能结婚的回来。 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结婚两个字，所有的男人在我这个保质期内只有3个礼拜。嗯，没错没错，你最厉害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什么时候咱们约会一网一起吃饭吧？说了好几回了，咱们仨要约都没约上呢。哎，我得先走了，我得开会。啊，这么突然呢？ 因为要报复你啊，因为你总放我鸽子啊！<笑>再见了，我的小蛮牛！拜拜。周全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咱们约一个局一起拷问他。令助理，你自己的周吹凉了吗？开始多管闲事了？ 喂，物业，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对不起啊，整片小区都停电了，电力公司正在维修呢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恢复啊？哎呦，这个不好说。哎，你们如果没有蜡烛手电的，我们可以给你送过去。嗯，那不用了，谢谢。那请注意安全。 令寻寻，程总。
程总，我叫救护车。不用。不行，你这样我太害怕了，还是去医院吧。你去把备用电源打开。啊，我去过了，但是线路都断了，哎，都怪我平时不注意。药箱里有个黄色英文字母的盒子，帮我拿过来。哦，好。是这个吗？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出现眩晕发烧的状况，就大量给我喝水，物理降温就行了。程立，程立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是谁啊？回家，我回北京，这个戏我拍不了了。